头家乐福继去年接手台糖量贩后，今天再抛出震撼弹，宣布买下顶好超市，包括旗下 Jasons 超市全部都并购，总数有224间，同时也包含了物流中心的资产和土地，整笔交易价值超过32亿元。而家乐福预计在股权交割完成后的12个月内完全更换顶好品牌，这也代表登台33年的顶好超市将走入历史。至于另一个家乐福收购的品牌 Jasons 超市，主要开在百货公司美食街，以顶级超市著称。将来这个品牌全台25家门市也都会转为家乐福顶级超市，所以算下来，以目前家乐福量贩店加便利购总共有137家，再加上顶好199家 ，Jasons 超市25家，累计店数将超过350家。往后商品通路有何变动，家乐福表示细节仍待确认，无法对外回应。另外，顶好也低调表示，一切由家乐福说的算。